重阳节将到，县府为了表达对机构的关怀，八号由副县长和社会处处长等人来到大同之家，跟松柏园、老人长期照顾中心等社福机构关心。我常出力去，来来来，不要这样，要上你了啊！不要客气喽，副县长李文良贴心嘱咐长辈要安心静养，并向所有辛苦的照顾工作人员致意，感谢他们平时无私的奉献。这次哈，这有咱有加菜金哈，啊，佮有一挂咱这一挂些礼物，后尾送予大家哈，啊，就是讲哈，要来甲大家祝福啦哈。因为这重阳节哈，就是咱咧尊重时代的最重要一个节日哈，所以哦，代表馆长来给大家恭喜了哈，啊，祝大家哈身体拢爱健康哈，啊，大家吃饱哩，大家讲好唔好？社会处表示，金门地区许多弱势团体和社福机构，县政府除了进行慰助弱势民众之外，也会经常派员前往关怀。